We've also got a cook while we're talking. 你在找那个肉是吗？ I bet you are so excited. Does this make your heart sing? 有吃了，有腿肉吃了。Hey, Fan, General, hold that. Yeah.Put it on there and let it cook. This is mountain food. Fan, general fan on the football pitch, but when you are at home with your wife, who is a general? 在家里和我夫人，其实这个问题，谁对的，听谁的。是年龄差以后，不管生活的怎么处，情绪首先是要小的。另外呢，还要得考虑到他能否接受。因为三天两头他要看我手机嘛，这样子的，来开玩笑了，因为你是认真的，你是认真的，哇，好可怕啊，那个眼神。比范志毅小17岁的太太张梦景，曾经是一名芭蕾舞演员，于2010年与范志毅相识相恋。当时范志毅的大女儿妞妞并不接纳他。曾经做过许多叛逆举动以示抗议。死对头是因为小张那个时候我还跟他没有那么交心的时候，我曾经把他的鞋很小的物件，然后我就是一定要去恶作剧，我也没有把他丢了，也没怎么样，就是藏在家里面，然后我也不去管，就这样子，直到我遗忘他，然后他想起来他有东西没有了，就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太无聊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当下会有一点总会是有一点，但是其实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干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那个时候的就是冷静下来想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处理事情的方法也要就是相对来说变通一点。你越是就是跟他去计较，他觉得越上瘾，所以说你索性就是不要去计较这些事情。后来我觉得。就是人和人相处之间，就是我觉得日久见人心嘛。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他也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不会去跟人家计较这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很走心吧。我们两个人然后后来关系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你旁边有种小鸟依人的感觉，他的我也是我很啊。你听你夫，你听你 wife 的吗 ？Always, I call her the long-haired colonel. 为什么 ？I think we're a team. You know, sometimes she's a general, sometimes I'm the general. 所以说，其实你也是将军。On the mountains, I'm the general. At home, she's a general. 你对的时候，你就是将军；他对的时候，他就是将军。现在你是将军，我是士兵。That's good. I remember being told.When you are wrong, admit it. 是的。And when you are right, be quiet. And then, and also happy wife, happy life. 是这样，在生活当中，和谐其实很重要。开心是生活最重要。打完球，其实我最想回到家，有一口热汤，有一口热菜，或者给我一杯茶，或者给我一杲咖啡。And do you sometimes get crazy at home as well, or only on the football pitch?那我想问问贝尔先生，你在家里亏贼吗？不亏贼，你只有在这样的 mountain， 湖里面，或者海里面，或者沼泽里面，你就像个亏贼一样。那么回到家里，你就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的父亲。